女友和妈妈，我该如何抉择？送蓉蓉回家，本来想早点睡觉，谁知道姐姐居然问我，我错在哪？啊、错哪了？我做错什么了？啊，姐，我最近没乱花钱啊。你觉得你这件事做的对吗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。姐，你先消消气，消消气。阿锦介绍的相亲，你去过吗？相亲？哎，可是我有对象啊。妈，自己跟妈说。喂，妈。二狗，我给你安排了明天的相亲，啊、你以后乖乖的去。造孽！但是我已经。就是原来当时作家的女儿，你把你的微信推给了她。哎，妈，挂掉了。啊！哦，那就敷衍去见她一下吧。安排。哎，洗了澡真舒服。让我康康宝贝给我发消息了吗？嘿嘿嘿，果然是他啊！这是明天的票。大总，我给你安排。